站在银门，银门这样期待，永远会走银门来去的这样期待。有了哟，是一代宗师叶问和李小龙哎，两人这次还带来了叶问四完结篇。张杰竟然说这是他最后一次拍功夫片。功夫片，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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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功夫片。哦，吓死轩了！原来还有这样的，那我们就好好期待你下一部动作片喽。那我们带着这一群朋友和一群各自人物，有一张。就是可能功夫很勁，真的很多人會說很厲害，但是那個樣子是像曾志偉。曾志偉說的是難得來到嘛，當然是要看看粉絲啦。大家好，我是楊元嘉，很高興來到馬來西亞和大家見面。Hello everybody, I'm Johnny Yen。粉丝握手，好亲密啊！电影人气果然无法挡，这部《叶问四》最终篇。